想干嘛？哎，你要干什么？放心，全世界最有能力、最帅、最厉害的跌打师傅现在就在你面前了，放心啊。哎，你这个无照经营的庸医，你别碰我啊！你再这样按下去，真的要去医院了。疼痛只是一瞬间，你这一下还不如蚂蚁咬你。别！我这个人真特别怕疼。你看，这不就好了吗？你松手，我。哎呀，你看，这挺灵活的，谢谢啊。那还用说吗？我不喝药啊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呢，是用老酒做药引，你们加了生姜，还有桂心，是土的，再配上本少爷独特的按摩手法，保证你第二天药到病除。不要动啊！没想到年纪轻轻的你还会这个呢。小的时候淘气，总被我爸追着打，我妈心疼我呀，所以呢，她就去学了中医，还有一些偏科。每回我挨揍完就帮我揉，揉完第二天就没事了。那下次有机会见到董事长夫人，我一定当面谢谢她。那没什么机会了。他已经不在了。哦，对不起啊，我没关系，你不知道吗？那可惜了，我这手法连他一半都赶不上，要不然都不用明天，现在你就没事了。不会啊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你看，我走给你看，你看我可以走一走。哎呀哎呀！舍不得那个。而过的瞬间，我站在街角，看着你背影，默默想你说，让我留下，雨渐渐的听不到，只记得你说了。告诉你别乱动，这都肌肉伤发作了，到时候又扭伤，就真得去医院了。